诸位同修，诸位同学，少忧少恼少病安乐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往往初学的人看到众生啊两个字，大都认为众生是众多的生命，这个想法只对了一小部分。众生的本意是众缘和合而生的，众缘和合升起的一切现象，这个叫做众生。那么我们想一想，世出世间哪一个现象不是众缘和合的呢？不但动物是众缘和合的，这个四大五蕴和合而现的这个相，植物也是众缘和合的，矿物还是众缘和合的。因此我们晓得众生这两个字范围也非常的广大。那么这里讲胎卵湿化，这是注重在有情众生上面。以有情众生来讲，所以佛法所说的众生啊，就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有情众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动物，一切动物，它有情事，有感觉。另外一类呢，是无情众生，包括这个矿物、植物，这是大分。实在讲啊，植物还是有细微的感觉，所以无情的众生是指矿物及一切没有生命的物质。那么有情众生这个生态不外这四种：胎卵湿化，胎生，这个胎生的有情，就是在母体中啊，母亲的体中呢，已经完成了一个新的生命。到了相当的时期呢，就从母体出生，出生一个完整的生命，就像我们人类，还有这些牛羊等等这些动物。那么卵生的有情，就是以蛋卵再加以孵化，这样出生的生命，像这些鸡鸭鸟等这些众生。湿生，就是有的要先有卵，那么这个卵呢，它要有大量的湿气水分，那么这样完成的化育的一个生命，像这些蚊虫、鱼虾，属于这一类的。化生呢，化生的有情就是不需要肉体的凭借，不需要这个物质的身体，随业发生的，像天人、地狱的众生，那么这是四类
四大类啊，大概的一个情况。他说，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啊，这几句呢是讲依止的差别，有依地而住的，依地面而居住的，啊，也有依水而居住的。啊，那么这个地跟水呀，我们很容易明了。啊，像鱼虾这一类呢，都是依水而住的。啊，那我们人类啊，一切动物呢，都是依地而住。那么地水火啊，还有依火而住的，它离开火呢，就不能生存。啊，那么这里所说的范围啊，是以尽虚空法界来说的。这个依火呢，像我们这个太阳系的太阳，太阳呢是一个火球，太阳温度这么高，那里面呢所住的一类众生，那还是有众生住的。我们人类就不适合那种环境。啊，正如同我们以简单的比喻，用植物来说，那就能容易明了。寒带的植物到热带就不能生存。啊，它必须在寒冷的地方啊，才能够长得很好。同样的，热带植物如果放到寒带，它也不能生长。所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不要说虚空法界了，光我们这个地球啊，有很多的动植物，它们的生态啊，我们就觉得不可思议啊。啊，如果有看到一些这个地理频道、动物频道介绍的啊，很多啊，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光在我们地球上啊，很多深海的这些鱼类，我们对它就不了解。啊，完全不知道他们的生态，那所以，何况呢是虚空法界，所以不能只以我们地球上的观念来想象，因为太多其他的星球、其他的时空。啊，这一切众生的生态啊，无量无边。这些事情到别的地方啊，别的时空、别的星球呢，可能就完全不同了。那么还有依风而住的，风是动，流动。啊，像空气中啊，有许多的这个微生物啊，随风到处飘扬散播。那还有许多植物，它的这个花粉、种子啊，也是随风散播的。啊，那么从大的方面来看呢，所有的星球都是依风而住的。
星球在太空当中都在转动，都在动。现在我们晓得，从前以为恒星是不动的，恒星就是太阳，认为恒星不动。现在知道整个宇宙所有的星球都在转动。我们以我们太阳系来讲，太阳系十大行星绕着太阳转动。以前认为太阳中心不动，十大行星绕着太阳转。后来观察到更大的空间，整个银河系，才知道整个银河系的一切星系都绕着银河中心在转。所以一切星球都在动，都在转动。那么转动有公转自转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许许多多有规则的，有不规则的像有些彗星不规则。那么总而言之呢，都在动。风是动，它是动性的动态。或有依空，依空中而住的在我们娑婆世界、欲界第三层天以上，就是依空而住的四王天、倒立天这是地居天。倒立天以上就是依空而住，叫做空居天那么还有以诸慧目而住者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这些树神、花神之类的。树神、花神不是说这个树花成神了，不是，而是有一类的有情众生，他住在这个地方，他们把树当作他的家，那他依附着树木而住。那么年代久了呢，我们就称他叫做树神。那花也是这样。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要觉悟觉悟什么呢？人最好不要对一些东西有特别的嗜好，有嗜好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像这些花神、树神是哪一些人呢？哪一些人去住在花上、住在树上呢？养花的人、种树的人，对花、对树他有一种爱好，深深的喜爱。有的呢，把花比他自己的命看得还重这样的人他死了以后呢，就去做花神死了以后他的神识
离不开这个花，附在这个花草上。所以嗜好养成了，就是习气。你这个嗜好越深，你这个习气就越深。要脱离这个习气呢，就越困难。那么习气会对于将来的业报产生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晓得习气有这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就知道，如果能养成念佛的习气，念佛的习气，这个习气很好。刚刚讲习气是要有很深的爱好，所以念佛的习气就是你对于了生死、出轮回、清净弥陀、修行菩提有很深的习气、很深的爱好。这个爱好、这个习气，这是正确的，这就很好。那么这一生或者是来生呢，你决定得生净土。所以我们要养成念佛的习气，其他的习气最好放淡，越淡越好，最好不要有其他的嗜好。要养成跟佛菩萨相处的习气，这才好。下面一段这是讲种类的差别。种种胜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受量，种种族类，种种名称，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要，种种意行，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春营聚落，诚意宫殿。到这个地方是一段。种种声类，这个声类呢，是从大的来说。我们世间有六道，六道也就是六种不同的声类。那么如果细分呢，天有28层，人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呢，不说别的星球、别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个地球，我们呢是黄种人，还有白种人，有红种人，有黑人，这个也是类别不同，声类不相同。那么六道的差别就更大了。畜生是一类，恶鬼是一类，地狱是一类，那这个都是截然不同的差别，类别。种种色身，色身有粗有妙，前面讲的声类，声类在唯识里面讲是属于引业，也就是引导你到哪一道去受生，这是属于引业，业力牵引你
到哪一道去投胎。那么这个种种色身以下所说的呢，都叫做满业。满业就是你过去生所修的善恶福德啊，如果你修善，你修福修得多，修得好，那你的色相，你这个色身就好，就端严。福德少，色相就差，啊，就丑陋，这是讲色身。种种形状，啊，形状就是说，同样是人，啊，我们每一个人，从外表很明显就看得出来，有高，有矮，胖瘦都不相同。这个色身跟形状啊，这是从大处来看的。那么相貌，这是从细处来看。啊，相貌，最好的相貌，佛的相貌。佛的相好啊，有32相，80种好。福德庄严，那么种种受量，这个受量有长短不一样啊，有的长有的短。种种族类啊，这个种族，种族有贵有贱，都不一样。种种心性，这个心性有刚有柔啊，不一样啊。有人性情很温和啊，有的人性情暴躁啊，性情都不一样。种种知见，有的有正知见啊，有的有邪见啊，有的人想法端正啊，有的人想法啊歪曲扭巴的。所谓啊，一样米养百样人啊，都不一样。种种欲要，这个欲要就是讲他的嗜好啊，这个也是千差万别。种种异形啊，这是讲心事啊，他起心动念啊，有的人心事安定啊，有的人一天到晚啊胡思乱想，心是乱的。种种威仪，威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风度啊，气质。种种衣服，这个衣服就是衣着。种种宫殿，宫殿就是居住的房舍。种种饮食啊，饮食呢，我们中国人的饮食跟外国人都不一样，那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何况六道里面的众生啊，如果去细分，差别啊都很大。那么底下说，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五族二族四族多族，人人念弥陀，弥陀心中坐，法莲处处开，净土自拥有。老年生活何处去？要如何找到心灵的归依处？想尽下空老和尚的悲愿，
为一切有缘大众修身养老、往生净土设想，发愿在这一生要求生净土，打造生命最好的归宿。与缘乘船弥陀无尽愿，与缘深入弥陀无尽愿，随缘弘扬弥陀无尽愿，和缘共住弥陀无尽愿。上敬下空老和尚弟子，台中法莲净土学会上务下广法师，发愿在台中太平筹建光寿山法莲佛陀教育学院附设弥陀村，目前园区正在续建中，呼吁善信大德发心护持。您的点滴护持不仅是打造一座弥陀村，更是为自己及后代营造一座安身立命、长养慧根的人间天堂。邮局划拨账号22703000 22703000，户名台中法莲净土学会，洽询电话04-2291-3567 04-2291-3567 0919-952-231 0919-952-231，功德无量。